那大厨，虾的话您打算怎么样来做？因为我们这家饭店呢，我们就是以舟山海鲜为主。嗯，说到这个虾，我会用我们饭店一种叫舟山的活皮虾。什么叫舟山活皮虾呢？其实我们上海人的叫法叫屌户。嗯，也是菜场里面买得到的。朱大厨第二道快手菜，家烧舟山活皮虾。的步骤跟配料你来不及记录的话，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陶醉上海微信公众号，这些内容我们都会在公众号里整理好推送给您哦。好的，趁热来尝一下。哇，真的是好香。它里面的肉质非常非常细嫩，很入味，只是简单的这种调味，但其实是很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猪油确实也是点睛之笔，它确实会让这个虾的这个口感更加润滑一点，也更加香一点，超好吃。大家记得在家一定要尝试一下，并且非常快，5分半钟就出锅了。越好的食材调料越简单。朱大厨第二道菜，家烧舟山活皮虾，用时5分30秒。